Itu gimana? Iya. Kan dia memang tak ikut Elsa. Syukur sama iya.脚跟人一刀搞定 OK 搞定让你身患全部啊原来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指尖有两天没修了，哎，指尖有两天没修了，有了，没来，没回来。指甲别录了，别录了，别录了，大哥，治了很长时间了，我这个挺顽固的。多深你看，看不到底刚才。大哥。那我知道，没事。你坚持点，坚强。明儿得再来，不是他妈的。结果我就在旁边的那个，往下看就看到我哥，我说我是最萌身高差，然后他嗓音也是特别的有特点嘛，一开口就知道我是姓王氏的。对，然后小猴子呢就是说，对。
外地眼睛想起来了，我说你赶快过来看看。那你疼了吧？相思赶上去，哎，不知道了。底下都连着肉呢。稍微等一下，阿姨妈出来了啊。那里边拉波那么大，可能不疼。出脓了吗？没。他是接他自己的脚，他操不见那个杆。好了，出来了。这么大一块，你看看。哎呀，你从你没掏掏结果的。他已经化脓了啊，清理。哇塞！这劲儿，啊，生生给割破了，你这是。不疼了吧？挺大的，嗯，就这么大铲子哈，这能不疼？嗯。就这一块啊。痛吗？嗯，继续。这么大一块直接倒到里面。我操！